及笄之年是指多少岁？及笄之年指的是女子年满十五周岁，出自《礼记·内则》。及笄中的笄字指的就是女子的发簪，及笄也可以理解为插发簪。古代将及笄视为女子成年的一个分水岭，女子十五岁就可以成年嫁人了，被称为及笄之年，而男子需要等到二十岁才算成年，男子成年则被称为弱冠之年。及笄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十八岁一样，不过及笄只是被用来特指女子的年龄，而不能用来形容男子。